来关心天气哦，今仔日南部、东南部受到方面的影响，天气还袂稳定，有真侪所在拢会落雨。咱来看云图，今仔日黄色号的方面，位置台湾南部到巴士海峡的附近，南部、东南部的天气还袂稳定，会落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气象局早起嘛，针对苗栗到彰化、台南到屏东发布大雨特报，另外嘛，针对台中、彰化发布雷公雨的信息，民众嘛爱特别注意细呐。山内哦，拜四到拜六，黄山河的方面会上北，佮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雨会落了真大，嘛会有大水雨。到时阵哦，佮大河拄到大楼，中南部沿海地区哦，要特别注意淹水的问题。